当我们还是助力自行车公司的时候，他们说，就你们这水平，永远赢不了冠军。他们说，摩托车是一回事，生产汽车你们怎么能办到？虽然你们是汽车生产商了，但在一级方程式凭混合动力车怎么能赢？陆地速度的记录你们肯定不能打破。上天空去，我就不信你们能征服天空。你们绝对做不出来一辆真正的卡车，也踏足不了越野赛场。要是伸手不见路，你们能怎么办？要是前面没有道路呢？甚至没有陆地，或是没有汽油呢？他们一直给我们新的挑战，接下来我们该如何反击？Honda, the power of dreams.